也是真的挑战啦，哦。对啦，很好。第一个是谁呢？你是什么啊？阿柳，嗨，欢迎到宝可梦联盟。天王阿柳，请多指教。我喜欢宠物宝可梦哦，那宠物宝可梦做的还漂亮，跟你像的宠物宝可梦一起完美。再来这里面表演者对战，那么我来当你对手吧。虫是吗？那我选错字了。不管了，毒系。阿姆，命运头锤，撑住啊！他撞死，啊！可恶，没死，啊！再一次，注意啦，阿姆，命运头锤。直接比竞争对手最高等还要高，下去喽！所以了，哎呀，要死要死要死！乖乖好，哎呀！我要使用速度，我干嘛？我干嘛使用速度？我要吃你这只虫，咬死你！疯女人下去！红熊猫也算你。哎呀！最强的一只是吗？我就拿来四招吧。闪电通风，还没死哎、欸！也不要。啊哦哦哦！痛啊！喷射火焰，碎呀，碎，天好碎。我输了，但我想重启宝可梦的魅力，宝可梦的联盟最厉害。对战三二之术都传给你了，用上最美最强宝可梦还会输掉对战，这都是因为我太嫩。我重新锻炼，希望你能加油。也不是说这个事哦，让我下一个房间吧，等会有更强训练家等着你。哎呀哎呀，这是个可爱的训练家，我看起来是不是挺搞笑的？我
要职业，最可卖的是地面属性的宝可梦。然后我瞧你有多少积分实力吧。地面鱼也漂亮哦，来吧，想不到吧，想不到啊，一次，哇，差一点，要偷吃果子，晕倒，哇，格斗系的，可以，我相信你，死。一样，哇！再见。还会地震呢，我很怕地震。换只，不知道，彗星拳，啊，没死。不要急，再撑下去吧。什么东西啊？那么多回全副药啊？没有，啊，完蛋！很痛哎，真的很痛哎。混乱，没有混乱，不要，啊！放我光线，啊，可以，你努力了。靠背呀！干！别搞啊，杨三！你中。舞蹈，太优秀了。
宝可梦到你身后是你那里的，我的权力不可就是在你。明明不知道还是忍不住微微的笑呢。可是我的猴子死了，我的猴子来吧。哎，我去你家等你好久了。这边表示发生的事，我的电池说过了。这两个天空点燃他的洞，要我怎么不期待和你的对战呢？来了。大业，对，叫大业。我记得他速度超快的。毒击。对啊，我要被飞过飞 CT 啊，我要被飞 CT 啊，也不要完全复药，哦，打多少？速度，他速度是比我快。干，天空一闪，干，死了。冰山战，我先。但我早就知道要用这一只了，在那边乱派。
一女。变小，还用这招？换人。你有猎鹰哦！我的天哪！挖洞，但他好快。哦，为什么他那么快呀？气势，热血沸腾啊！别装了，太热烈了，我心在熊熊燃烧。十万伏特，等一下，你怎么那么快？捞起来了 ，yes。休息休息，金蛋糕，金蛋糕，你居然输了，真的没有小看你。我知道，没有想过自己会输啊，太厉害，没看你的宝可梦真太厉害。大业，无大业好就业。找落叶，去找落叶。可恶！还没杀了，卢卡利欧又死了，不是在打。人正好，正好读完一本书。那么多自小介绍，叫超能力啊！我是叫松木，是有超能力的宝可梦。看他这里代表相当实力。什么四天王最强的我，全力按金战。超能力是吧？护送。彗星拳，对呀，哎，我靠，六十等，再次，啊，我靠，怎么那么痛啊？为什么每一只都这么痛？哦，来吧，来喽！对啦，继续拍，
之一了。嗯，接下来准备做什么好呢？63等，橙色火焰。Yes。啊，原来如此，看来战胜前面三个人。他们的实力真是货真价实。啊，米兰就战胜初二十天王，但是挑战还没结束。阿空联盟还有一位实力赢家在五十天王之上的冠军。看吧，看不到他们接最后挑战。最近过得好吗？为了通过这件事情感谢你。不知道什么样的困难你都和宝可梦一路克服过来了，代表无论什么时候都不断战胜自己。能感受到你们借此学到的坚强，现在我有清楚你们来到这里的目的。让你宝可梦联盟冠军的身份与你挑与你对战。来啦啊！啊，这一把的6只6对6，我很怪。吃果子，疯疯吧！嗯，没死，完了。我的烈焰头，然后什么？哎呀，暗之色。这样是不是刚好？我还没死。王魔王剑。饮水啊，我怎么不知道？温度降低，来一拳。
它速度是比我快。猴子吧，跟着我练。死。是，不要太全副武跳了。我用错招了，我真的用错招了，不精准。对，回来吧。放电。没有麻痹，对呀，万伏特，自我再生，搞回这么多。电，我靠，什么？什么东西？搞不清楚状况，放野大陆。先打他。你几罐全副药啊？你用三罐了吧？看他抽，超反的这一只。
这么痒啊？是啊，我刚刚按错道具是不是啊？真的按错道具。嗯。电磁波没有中。现在是怎样？好伤，每一招都很痒，每一招都不怎么样。换到对面死掉了，上次被逼到如此，我决定不知道什么时候啊，我才被逼到绝境呢。他速度一定比我快，那我只好强力鞭打，打死他。还没死哎、欸。躲开了啊！等一下，还没结束，我那么开心的这一战怎么能马上结束？嗑药夫，等一下。猴子已经不堪一击，一次都一击，
不要杀我，真的不要杀。赢了赢了赢了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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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太出色了，你打的就算精湛。再为宝可梦加油，让他们把力量发挥到极致同时。用冷静的判断能力拿下胜利。让你们兼具热情与沉着的训练家的宝可梦。无论在何时的地域都大难关，想必都会有办法度。我在跟你对战的时候的感受，陈浩地区诞生新的冠军了。来，搭上那台升降机吧。灌水流胜利，刚刚就是登录名人堂房间。啊哟，刚才的对战太精彩了！啊，是森林模式。嗯，出我委托完成宝可梦重建的小朋友走到了这一步。当然要好好认真他的成长喽。哎呦，该怎么说？你长大了，但看起来相当可靠。你还是一样喜欢小孩子。什么话？还有，请跟我来。山里不是，你也请。我最近来这里。好久以前的事，不过是之后我成为冠军的时候，的确是很久以前的。那么打哟，在这个山路名人堂的房间里，你的名字将被刻画于此，你在这趟旅程中的回忆也将被流传起来。来吧，通过宝可梦联盟的一连串艰困，对战的训练家，一同奋战的宝可梦。你们成就记录你的台机器吧。三后名人堂黑焰猴一级被秒，佳琪有时候被秒，有时候不会被秒，乌卡利欧一直被秒。人形猫被他是一只苗，马纳菲出场一下下，达姆很坦，把我把招式耗光了。啊，最后是靠达姆跟基拉奇那边耗他的招式。这一代怎么说呢？还是给我相当多的乐趣。虽然不可否认说，原本的第四世代就是品质优良的老宝可梦世代。那这次重制版就是让我们看到了比较 Q 版的一面。它的画风比较像 Q， 比较 Q， 像是真人比例的。不过我觉得一半一半啊，毁誉参半。是也是可以让我们第四世代没有看过的，以我们 3D 画面重现。这部分地方有重置，我们华丽大赛啊、地下大空窟啊，还有一些其实演出，其实还是蛮可爱的。不过它就一个新世代的一个宝可梦发售来讲，其实是有点不合格了。不过，
像我们讲的，喜欢的人就喜欢，不喜欢的人就不喜欢吧，觉得有诚意的买就好了。这代其实也没有到多大的创新，就是把旧版过来移植，所以生气的人当然是也有，但是喜欢的人就是当做一个旧童年的回味吧。看到分低的小光不是很开心吗？那好吧，我给这一代评价是 7.5 分吧，值得改进，可是还是有值得称许的地方。好，今天的宝可梦 S 的宝可梦旅途就到这边啦，喜欢频道的欢迎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咯，各位大家拜拜。妈妈，我被竹篮打得好惨啊，好惨，真的好惨。欢迎回家。